嘉义市消防局日前接到民众报案，表示二九西有车祸发生，现场伤者伫咧等待救援，随即派遣救护人车前往救援。该市消防局灵车到场之后，现场两名伤者在等待救援，救援人员随即前往查看伤者状况，其中一名男性伤者后脑受伤，而另外一名伤者是头晕的状况。而在评估两人之后，拢无生命危险，也无两骨受伤遗留。救援人员随即替两人进行伤口处理治疗，送往病治疗。该市消防局后民众，其后多摆也则是开车在经过路口减速慢行，并注意两边来车，提前拍方向灯，才会使避免意外。发生危害自身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。新闻调频界齐彩虹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。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